谢谢，谢谢黄岳和陈老师非常默契的配合。在京剧的历史当中呢，应该说形成了众多的京剧流派，很多流派在京胡的演奏伴奏方面形成了自己的法度。旦角行当当中的张君秋先生创立的张派，应该说在演奏伴奏方面形成了一套非常完整科学的体系。 那么也有很多独具特色的过门电头，也很被大家熟知，同时也是演出这些剧目演唱这些经典选段时候的一个欣赏点。可以说，甄老师从艺之后呢，也和很多张派艺术家都有过合作。下面我们就请您欣赏张派音乐形象非常具有代表性的《春秋配》，我们请上张派艺术家张平。